Hello， 我是 PS。今天我们终于要去我们这次来日本的一个主要行程了，也就是我们2024的 Auto Salon。那这次的成员，我们有在睡觉的台湾阿伯，然后绵羊教练，还有订阅完成，还有雷暴神艾米。哎，在场有人是第一次去 Auto Salon 吗？真的假的？这么多？有。然后那个你不意外啦，你是来日本，对啊，说好带我去找山上优雅的呢，我只会带你去山上飙车而已。看他手机，他有尾翼耶，呀，我觉得超爆满的，什么车啊？560SL，是 BMW 的吗？哦，是啊，我还以为是你上的。停车场就看到一台疑似很炮的 RS 两百，它还有装雪窗哎、欸！我以为是情侣装，割成一片片的样子。百叶窗，哇、哦，这些全部都是 R 勾啦 ，R35停整排，然后还有一台 Huracan 吧，哇、哦啊！我们到会场喽！哇、哦，天气超好的，哇，颜色都不对、啊。不愧是停车场，马上就一台原厂服务，停车场就很好看了啊。R34 GTR 应该吧，然后 R7，然后还有一台 Stagia， 哇，这个车我超爱，哇，这台就屌了啦，这台的等级应该是可以停在场内的。Cross 双生车，哇哦，他直接坐在这里了，哇哦，西亚利耶，车友哎，哎，哇，新的胎吧，哇 ，R36 真的超帅，我好喜欢 R36 哦，还是这边买，家里就有一台啊。没有，这就是 R34有了之后就会觉得好像其他车比较帅，人就是犯贱。因为一台 GTR 怎么那么多 GTR 啊？日本车那么脏，大家真的都那么有钱？这台 GTR 也太脏了吧？要不要卖啊？先备的吗？哦，雪铁80，哎，这台是佐藤真子改，他连那个尾翼都跟那个佐藤真子那台一模一样，框不一样啦，宽体也不一样。但是这台车也太低了吧？而且这个内装，这一定是有在甩尾的。这跟卤蛋的内装一模一样，你看它的保险杆都擦伤就知道，一定有在偷。对，这个一定有在甩尾。观光客一，观光客二，观光客三，你那什么姿势啊？尴尬极点的。观光客四，好直哦，2、4、6、1、3、5。好，现在总算是进来了，我们就先从这个北馆开始逛起啊。来看一下这边有什么啦，这就看得到。耶、yeah, ，就是这个啦。那个好帅、哦。对啊，这个包真的是。要拍照吗？哦，15。谁要跟卡翘拍照？哈哈哈！翘。哎，这个很棒哎。哎呀，这个每次车展不会缺席的车，但是看到其实有点麻痹了。看一下那个好不好？什么东西？妹子哦。女的吗？十三呐，哦，人家也不会缺席。我十三也可以展示。好了好了，十三。哦，哇哦，橘色的，这个去年好像都没有看到。有没有忘记？哇，这边还有哎。这次的欧罗萨隆重点车应该会放在 GR86，因为去年是400Z 嘛，然后今年。我在猜啦，应该会是 GR86，因为刚好是改装产品这个推出期。车展还是少不了这一位。什么位？哇，这台 VR 赛罗的400Z，去年也有看到啦，但是今年再看到还是觉得这一套真的是400Z最帅的一套了。还有再来就是 Rocket Bunny 那一套。哇哦，哦这个引擎是真的是，我、哦、靠，腰是啥小？哦，六猴直喷。哇。很嗨，这个引擎是空到一种，就是是不是东西被偷了那种感觉？哇，这边也太多人了吧！哇，哦，完全进不去哎。这些人没看过你，还是那边的你？哇，看这怎么回事啊？哇，这超赛博朋克哎！
说这个这个灯啊，这样不知道拍不拍起来。哇！哎，在里面很小，它只有一个驾驶的位置，其他都没有。我现在站好小。哦，要求骨，这个里面是长这个样子哦。是地府哎，地府吗？是地府哎。哇，这太赛博朋克了吧！哇靠！这个就要问一下专业了，这个真的很厉害吗？你说那个音响啊？音响啊，但那个音响都是 Pro 的呢。真的假的？对啊，那中间那个尖尖的那个，那音质很好哎。那个当时我记得我那个年代看到这个要买，这一颗都一万多哎，台币哦。哇，他那呗，哇，那个框真的是，他们弄出来的东西很帅。哦，这台是 D1GP 的。这台 A86 是超帅，弄这样子超好看的。那这个就是这次来日本参展的台湾的品牌了 ，DTM 啊，有没有？大有万能机车店。对，那这位就是我们的水尾阿公。Hello， 这次把这个车子直接把车运过来参展的，真的是漂洋过海，真的，这感觉真的很辛苦啦，真的太累了。但是看到这在这边真的很感动，其实还蛮感动的了。放在这边的那一瞬间，对，辛苦了，终于过来了，阿公辛苦了，阿公辛苦了。哎、欸，因为我们甩尾阿公的车、欸，哎，没看到这个全车都碳纤维。哇、wow ！哎、欸，麦克风啦！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别再插了。啊啊啊！你看，哎、欸，左驾的呢。是哦，这边算稀有车哎。哎、欸，你说这个缝看进去，怎样？哎、欸，你看它 ending 被偷走，没，买安内拉，没有。他说这台车日本展览的时候有遇到一些问题啦，所以他们知道说先把引擎分开啦，不然说这台车基本上都已经都弄好了。有啦，阿公有讲，他这个是合法可以进出口，但因为引擎换过，对呀、啊，赛嘛。那然后譬如说海关那边要你出示引擎的证件，哎，那。那 2JD 那个引擎证件要叫台霸独出示，台霸独本身自己又没有营业执照是个问题，所以这个这个讲嘛，这是我们内部哎，没关系没关系，我相信大家应该没有在听啊，是啊，哇阿伯你好啊，你来到这边，除了看车还要养眼嘛，我这一个摊位屌啊 ，R32GTR， 阿伯你的车怎么偷偷在这边展示啊？这一台是 R33， 好不好？你也你马看，差不多嘞。我以为你偷改车头没？好，你也加迪亚，对，34 V Spec， V Spec Two， 哇，这个几乎全部都展出来了。哇，这一张太有诚意了吧？哇，哎呦，400R，认真的吗？400R，哇哦，哇，第一次看到400R的实车哎。哇，这一块标听说非常非常的贵，400R，大家有看到那个零吗？1亿台币啊，是1亿台币吗？还是好5亿日币？我算过了，要买一台董。1亿台币，赵董要不要买一台？我觉得这个电动完成，分分钟拿下的东西没兴趣。再下来是 V Spec， Tommy Kyla 的这个空气套件，我就觉得没有到很喜欢了。但是它是 Tommy Kyla 的，一样很贵。哎、欸，然后 V Spec 的 Midnight Purple， 哇，这个颜色。虽然说不算好看啦，但是这是 R34 的特殊色变色龙，然后 N Spec Ner， 哇哦，哇哦，哦，哎呦，这个是这脚油啊啦，你看油底啊，哦不是，对啊，这个活塞已经过度磨损要换的啦，哇 ，RB26 哎，新的哎，你有没有怀念呢、啊？哇，没有这个，我的跟这个不一样，有有我的是 RB25， 这个是26啊，你是26啊，你输人家了，哎，新的呢，哎，我的车可以装吗？可以啊，可以。这一颗多少钱？哎，这边有，你看这边有那个 QR code， 你扫一下就买了。啊，是哦。哇，这边看起来真的是特别疗愈的，必须这样讲。哇，这一区太爽了。GH86马上就改好了，而且还是绕转子哎。哇，这个进气走向非常的完美啊。哇，这个反应已经超快，再加上转子。哦。用的是 JB 的涡轮。嗨，这跟大家更正一下，这台他说是旧款的86，就是 GT86，然后外观全部改成 GR86的外观，然后再换上一颗转子，然后这一台是甩尾车，然后它的底盘有没有是用 Max 的？
这车感觉应该蛮好开的啦，只是不知道说转子的扭力够不够。对，蛮有趣的。看一下车内，哦，已经全部拆光了，而且连侧坝都弄好了。哦，而且它真的是外观全部改成 GR86 的，很过分哎，这个。然后这一台就是大家前阵子看到的，对，就是中轩极速他那台 V8 啦。我师傅的摊位 N Style， 不要脸，人家没有认你这个徒弟。不管啦，很帅。然后我买这两件，你看这件很帅，它是暴走指魂，而且刚好是999哎。暴走指魂，超中二，我喜欢。哎，还有抽奖哎，左边是一张5000块，然后右边是一张1000块，然后右边的最大奖是任天堂。左边的最大奖是终身时速陪你睡，陪我睡一个小时吗？不是啦，那是水尾教学一个小时哎，哇！而且左边这边的奖品很明显就比较好啊，准备要来一下了，不知道会抽到什么，希望可以抽到一些很麻烦的东西，比如说是旅券之类的。会不会抽到那个教学一小时，然后要改机票？我一定叫他过来的啊，我们约束一好不好？哎，我抽到的，我最大把。欸，他这个排气管在骗钱，你不要这样子好不好？欸，我师傅的，这就直通把它烧一烧而已。他有烧两只啊，欸，要54000欸，材料不用不管，那是我师傅的，这个你自己烧就可以了。他是D1冠军车手，欸，哪天我如果是速一冠军车手的话，我也要出一支排气管卖个50000块。可是你很容易是速一冠军车手，欸，那什么意思？如果比 N 组的话，欸。1万円です。大家知道1万日元是多少吗？2200。2200啊！他抽一个奖，抽了2200。师傅的店呢，要捧场一下啦。花2200。对，日币还台币？台币。台币啊！抽两张，2200。最大奖只有终身植树陪他一个小时。欸，如果叫他做任何事，是吗？叫他擦你的车子。他有女儿吗？当たりますように。はい、2回お願いします。你是里面钱蛮多的，王大长。对啊，王大长，これ以外ステッカー2枚選べます。これですか？はい。これ1枚。他只能送你一个是不是？没有，他总共可以挑4个啦。可以挑4个。林北开，那是2000瓦呢。これ、はい。あ、そうか。はい。一番これ人気です。ステッカーでこれとあとグッズをもう一つです。哦，我就再拿这个好了，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好用的东西。呀。使ってください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他们今天全家人的晚餐就是靠皮老板赞助了。那全部打开给他看。那这张好帅哦，师傅。哎。哎呀，他当时在台湾就是一模哥托我从日本买回去的，哇，很帅。还有中村的签名，哎，在 Versatile 摊位旁边的就是我们 JP Warren 的摊位了。这颗盖瑞特它是同套的轴心啊，你可以手转看看，真假的。然后这个 JP 做的它是这两颗是一样的哦，但你看它口径有加大，一样在滚的，然后再往上，你用手转这个滚，哎，这很夸张哎，光这样转就差很多啦，这个就可以减少涡轮迟滞，哎呀，它就吹起来就会很快啊，很快压力就起来，这个很大颗哎，对，而且大颗，哎，这个是EA888的哦，EA8哦，那跟我没关系，哦，好，抱歉，因为 HR20DT 啊，GR 压力是啊，对啊，跟我没关系，这车太贵了。哦，今天礼拜五而已，这个会场就超多人的。然后现在我们差不多时间要吃午餐了。我跟你一样的，为什么碰成这样？你看，你是不是买到保险套啊？好恶哦！那种餐厅就是厂商吃的，像我们这种观光客就只能吃这种炒面面包，撕不开。不知道明年有没有干爹可以招待我们午餐？对。
好了，我们现在已经逛完一个展馆了，我们的卤蛋就已经快掰咖了。哎、欸，我一年的运动量也没这么多哎、欸。对，这边的占地真的很广，就是四个世贸，超过。去年我有来过，所以我有心理准备，而且我从昨天晚上脚就开始喷沙龙帕斯，这个很重要。我们刚从外面休息回来，然后想说找不到卤蛋，就卤蛋那边他自己就跑去排队了。那你怎么没有多帮我们拿一点？对啊，有啊，拿去啊。哇，真的有。先上去，先上去。去啊！我已经排三轮了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你拿着我再去排。不要不要，好丢脸！不要，一人一个、啊。不要，我再帮你们三个都拿、啊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没关系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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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这边是东莞。哇靠！哇！哎、欸，有沃克，去看一下沃克。哎、欸。买东西了，你是来败家的。对，你是你不是荣光者，你是败家者。昨天我去涩谷，一毛钱都没花，我就是打算把我的钱全部花在这里。昨天去涩谷也没花钱。走走走走走走。耶、yeah ！哇，沃克这边看起来有种疗愈感的、啊，有欧洲车的轮框，旁边有一台 R35， 哇，这个蓝色，然后再配这个框，这几寸、啊。哦，这个是21寸的，哦，难怪看起来超大了，把那个洞填得满满的。靠，鸟的碟盘都比我轮框大，真的，这是真的。哇呀，真的很疗愈耶。哇，这个好好看哦。好哦 ，Meister 啦，哎、欸，这是我的框哎、欸，这个也好看。S1，经典骗钱款，永不衰退。这个是什么啊？锅盖。对啊，像这种地方真的就是，因为沃克他们好像也没有主打轻，严格说起来，在那边随便放个锅盖，大家就觉得说，哦，沃克新款的，用猴子，我就是那个会跟着一起喔的那个人，还拍照，好屌，对啊，这个放在 SER 上面一定超帅，转的时候还可以动心。在日本总是能看到这种出乎意料的改装，意义不明的改装，不知要载几个人啊？这边一个，这边一个，然后这边再一个，然后这边还可以再做一个，哎，搞不好有后车厢。对，哎，然后是 LS 的车尾，这个真的意义不明。有人聚集，就代表那台车应该有什么看点，哦。4AGE， 然后再配四喉，那也还好啊，但是很漂亮啊，管线走的都很棒。其他地方都没有。每次看到这个，都会觉得这干净到，这车真的是有在开的。因为我自己弄过，所以我真的觉得要维持你这个干净程度，真的是很难的一件事情。对，真的，那个比较帅，那个比较帅。靠！真的是三杯秀的那天。还有冷，它连机油滤芯都擦得很干净。然后它那个，它有改那个方向机油冷，对吧？所以多一个，还多一个油。这该不会是甩尾车吧？不是啊，每一台都甩尾车这样子。你那连防滚轮都有包皮，防滚有包皮啊！看这车是超漂亮，超级漂亮，好漂亮哦！买不到。然后又到了每一场欧洲杂弄，算是必看的摊位啦，就是 Liberty Walk。他们上次的那一台 F40， 在网上被泡烂的那 F40， 比较车子资格的 F40。对对对，哎，不对，这一台 R3 是为什么是用 L28？ 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觉得六猴之分真的就是帅，对，真的很狂哎、欸。哦、Liberty Walk 他们今年是拿这台 Countach 出来，他们可能又要被原厂骂了。哇，直接拿这个 Countach 来切，哇哇哇，这台 Countach 真的是，他们拿这个车来改真的是有点鸡巴了，你们知道吗？看一下这个，哇靠，很夸张哎！然后这台小台的 F40 也是这次新展的啦。这个原型车包是什么车？但是他们把它弄得真的，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哇，这很小一台哎，超可爱的。
来看一下这个仪表板，大家不知道认不认得出这是什么车。这车也太可爱了吧！这个彩绘我不行哎。哇，真的好喜欢这车哦。这真的是右驾的吧？对，这是右驾的。这就是右驾。哎，这也是右驾。三台都右驾。哇，这个肌肉人外挂。好好帅。然后这台也是。但是这个彩绘我真的不行。你说哆啦 A 梦的可以吗？对对对，要一下哆啦 A 梦。我现在在头右轮胎的摊位，然后这一台 GR Corolla 是 D1GB 的原型车，预计在2024年会是松山北斗选手他的车。原本把一台 GR Yaris 改成甩尾车，现在又要一台 GR Corolla 也要把它改成甩尾车，然后一样是用出车力。这个涡轮真的是有够辣的，哇！然后 Whiskey 这样插，太夸张了吧？但是真的很帅，我觉得这台车改起来比 GR Yaris 看起来还要再更顺眼一点，因为它整个车子的 size 比较大一点，你看起来真的很顺眼。应该是说，我刚从后面看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说，为什么这台的后面那么眼熟？然后它也是配 Winters 的差速器。哇，期待期待，今年就是 Main Bike 他也要跑 D1 了，然后这个是他准备的车，这个是 RX3， 哇靠，威根耶，我天啊，然后四转子 NA， 这个都是 People 人，我靠，他的框真的，他这个人真的是很高调的一个家伙。Wagon 就是要这样改，各位 ，Wagon 的尾翼就是要这样插啦。我天哪，真的很帅。Thank you so much. Enjoy. 好，那我们到现在已经逛完了两个馆，那因为影片篇幅的关系啊，所以在第一部影片里面，我打算先放这两个馆就好了，因为一部影片真的要放下四个馆的东西会有点勉强啦。总之，建议影片就差不多先到这边，然后下一部影片呢、啊，我就会去把剩下的两个馆来拍成影片带给大家看看这样子。那就先这样子喽，建议影片就先到这边，希望你们喜欢建议影片，我是 PS， 我们下次见，拜。